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平台，可以让大家来参赛，来唱自己中文的歌曲。第八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即将登场，曲目包括中外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参赛资格仅限年龄18至50岁的华人，欢迎专业声乐教师、声乐艺术家和声乐学生以及具有专业水准的声乐爱好者报名参加。就是上天赋予了每个人唱歌的嗓子，然后我就想，那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想那其实这是上天赋予给我们的，那我就要把这一块激活，然后我就开始练习，然后说我要参加这一次比赛。然后我觉得很多选手之间我们交流会在交流心得啊，会分享一些我们唱歌的一些经验或经历啊，我觉得我也会跟人家分享我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变成说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这样子。同样在纽约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钢琴大赛，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的年龄则是必须在17到35岁之间，演奏曲目必须选自巴洛克、古典以及浪漫乐派。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纯正的古典音乐，展现对艺术至高无上的追求。That is the most pure music.It's got forgotten through the years and in our centuries, totally forgotten. It's important not to lose these traditions and always maintain them alive. And so I think this part of the mission of the competition is very valuable and important for the society, for musicians as well.国际钢琴大赛报名截止日为9月1号，而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则是到9月23号，金奖皆可获得10000美元的奖金，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赛。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